您是镖王吗？在下正是，请问你们是哪个镖局的呀？咱们是草莽镖局。天下第一镖，欢迎草莽镖局各位好汉。参见镖王。镖王镖王好，镖王好。诸位请这边请。一定要大摇大摆。各位英雄好，你是镖局。交出令牌。果然是镖王令牌。各位英雄，请进。来啦！谁这么慢吞的？哎呦，太慢了吧！哎呀，哟，冤家路窄呀！到天下第一镖就要讲究天下第一镖的规矩，你们要报上你们的门号啊！我们是飞龙镖局，听说了吧？诸位，路途辛苦，徒儿，把我们的纯甄酸奶拿过来给大家分享。哦，有奶喝。谢谢。老夫今年已经76了。那你？为了见识你们是否真的有本事成为我天下第一镖局的接班人，你们现在各队由队长选代表，站在这个梅花桩上，一一比试。哪个队取得了胜利，就有优先进入宝库挑选鸳鸯宝的权利。两支镖队各派出一位镖师，在梅花桩上两两对决，双方各自选择兵器，互相攻击，双脚最先落地者输。分结果直接决定两支镖队进入宝库的先后顺序。现在派出你们的代表，谁敢跟我干？既然宝宝说话了，难道这是我们同龄之间的竞争？你一定要强调同龄吗？我的青春已经耗尽了。那飞龙镖局决定由哪位壮士出战没有？老哥，这样我们不欺负你，别欺负我，我们派一个女队员对你。来了，好，我觉得是最公平不过的了。来呀，来呀，来呀！上海临死吧你！哇，我是飞龙镖局二号镖王。 宋小彪，我是草莽镖局镖妹陈小彪。好，比赛正式开始。过来，干嘛呀？干嘛呀？啊！我啊！拿棍戳我！你先戳我！你下去，下去。OK，OK，OK。你还剩什么？没武器了。啊！你还剩什么呢？ 我有的是一身好功夫，好功夫有用吗？身上的腰带有用吗？好功夫有用吗？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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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谁能够在里边取得最多的银元宝，同时到达目的地，就是最后的赢家。两支标队各派出三位镖师，两两比拼。由于飞龙镖局在梅花庄一战中获胜，可提前30秒进入宝库。只有尽可能多的拿出镖银，并安全送达目的地，才有机会获胜。 宋镖师，你准备好了没？准备好了吗？好。现在请进宝库。看我怎么溜的。所以他先进，30秒之后你方可进入。哇！这是门吗？哇！有猎人不会放这里吧？ 宝库大门打开后，2分钟倒计时即刻启动。数字归零时，一名猎人被激活。哇！是后面要找带印儿的是吗？这后面有吗？都没有啊！哇！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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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哎呦！怎么会有个猎人？哎，怎么都没有啊？龙帅没有啊？宝宝，宝宝你在哪？这拿了多少钱？哇！没钱！什么都没有啊？都没有啊？哎！哇！密道！密道！密道！哇！哇！有暗道啊！
你手拿一点，宝宝。会放猎人吗？什么什么？啊，走了走了走了，怎么？会放猎人吗？ 也不连了，哎呦我的妈！呀，宝哥，你怎么出来了呢？宝哥，大东出来了，帅东，你知道今年最流行是什么吗？什么？哈伦裤。哈伦裤最流行，哈伦裤，装了一裤裆。来来来，老夫来敬你们愿。 哎，真的，好臭啊！进去之后有个柜子，在哪？那个柜子吧，在二楼。打开门以后，它会虚晃你，柜子后面有个帘儿。嗯，你把穿过那个帘儿，后面就是暗道。那飞龙队，你们现在决定到底有哪位镖师出远第二轮了没有？ 我实在装不下了，我是装不下出来了。来，张镖师，感觉没装过。到老夫这来给你验镖。对。第三局即将开始，你们是否已经挑定好你们的人选？可以了，我。第三轮寻找宝物开始。小心啊！没拿到这是。 35枚，赢定加起来，飞龙镖局共获得38枚银元宝，此役飞龙镖局略胜一筹。但是咱们留下的命比他们多。没错，你们看到没有？我们有多少条命啊？一条命的人别嘚瑟，你们能撑到最后的才是赢家。你们有三个人就算赢。